大家早上好，今天又是新的一天，但是我已经开始有点想不出可以拍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给大家了。我今天决定想要我今天决定想要实现非常高效的一天。好重啊。大家早上好，都说早上喝一杯清水对身体好，于是我给尊贵的卡帕倒上了一碗清水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也想养生一点，所以就不喝咖啡了，暂时先给自己做一杯手打橙汁。曾经我真的觉得这样手榨橙汁非常的烦，但是后来因为自己住，我觉得每天一杯橙汁的工作量也不算特别大，手榨出来橙汁真的很好喝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格外的甜，而且可以保留更多的营养价值，自己也可以更好的控制你想要的橙汁的质地，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筛掉或者保留果肉。早起一杯橙汁可以补充丰富的维生素 C， 增进消化，增加抵抗力，经常喝的话还可以维持心功能以及降低血压。一顿折腾之后，今天又做出了新版本的三明治，大家是不是对我的早餐都已经很熟悉了呢？你想吃什么，卡巴？美好的一天从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始。吃完早餐之后呢，我要开始投入工作了，于是还是得做一杯咖啡。看一下，我前两天就已经喝了这么多杯了，还好这一次至少囤够了咖啡。早上的话呢，我通常会给自己泡